他是有一只腿是假的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大象，真正的大象。欢迎收看《内容一人想歪图片跟影片》，我是三度哟。温馨提示：本集不适合小朋友观看，请爸妈转台。本集不含任何裸露或性三色，本集素材均是经过精心挑选，安全健康，请不要被自己内心的恶魔给误导。不信话，你们看第一章，我们看这个天花板的吊灯。这天花板的吊灯，它就是个吊灯嘛，它就是个普通的天花板。知道为什么女生绑起来要叫马尾了吧？因为不绑起来就是马头啊。为什么要叫白马王子，而不是王子白马嘛？看这张图你就知道了，我们是先有白马才会有王子嘛，懂吗？你这个马娘生的，受不了啦，小小马，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受不了。电影上面播的是蜘蛛人离家日，这个气球呈现的是蜘蛛人成家日。各位不要误会，那只是气球的吹气孔而已，你要含着它吹气，吹气。下次讲快一点吧。我们在远处看球赛的时候要对准位置，我们看的是球门，不是钢。这个球场打得十分的激烈，看来他们都有同一个目标跟方向，就是胜利。这告示牌我真的看了三遍我都看不懂啊，那一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可以解释给我听吗？这不是误不误会的问题，是懂不懂的问题的吧？大家看到以后真的能理解吗？没有错，这是一个儿童读物。没有错，他们两个握着的是小手手。这张图提倡是一个不同人种、不同性别都可以平等，包括不同物种也是。你以为我们今天尺度就只有这样子吗？放心，马上给你来个大的。没错，这是嘴唇，丰满的嘴唇，他只想要给你轻轻的一个舔舔。这是一个类似旋转木马的游乐设施，他转了过来，他身体里坐了一群人，没错，要从后面进去。各位，下一张图片要看清楚了，请你们看清楚了。各位，我再说一次，看清楚了，这只是三只小猪，可爱的小猪，他们三个都有名字，梅花猪、伊比利猪、祝花。见过小猪跳水吗？叫大声一点啊！好好可怕、啊，这两个公仔好可怕、啊。他们遇到了小行星撞地球的世界末日，即将成为化石的他们，不禁发出了最后的悲鸣。呀！各位，再等我一下，我就快好了。没错，这是这本书的前言，他到现在还没有好。不要问我他在干嘛，他只是坐下来休息一下而已，他左手真的没有在动。下面那张图我要非常认真的跟大家说，不要想歪，他只是一张沙发而已，他只是两个扶手靠在了一起而已，这是非常正常的家具图片。再来，这是我们的赛车手拿着香槟非常开心的在庆祝胜利的照片，非常的真实，报纸上面刊登的，你看。好吧，当我没说。下一张照片呢，它代表了大多数人，也代表了各位的童年。我们都在这个气垫城堡上面玩过，我们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只是有点黑啊。我是说那个旗子，那个海贼旗有点黑啊，应该是混血了吧。这是一个男生坐在捷运的照片，他的椅背是面镜子，各位，是镜子。他唯一有露出部位就是他的头跟手，请大家看清楚，谢谢。下面这张照片角度有点特殊，请大家从上往下看。我再说一次，从上往下，你在看哪里？从上往下，他毛出的不错。有时候单身久了，看着掉漆的柱子也能编故事了。我猜前面那一只是老鼠，比较大只老鼠而已。观看下一张图片的时候，请不要离得太远，这样太危险，请你靠近一点，拿起扫把去扫地吧。相信刚刚大家都有顺利的通过考验，接下来是容易让人想歪的影片，请大家继续保持、yeah.这个有点深啊，我们请小林解答。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小孩了吧？我怕哪天我想把它塞回去啊。哇，这个二头肌真让人羡慕啊，让人看了就想要捏一下他的二头肌。万圣节的时候可以用。
有非常多的娃娃都是从下面开始填充棉花的，这种尝试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Ini dia proses pembentukan timun sejak masih kecil menggunakan cetakan seperti ini. Dan setelah beberapa minggu, seperti inilah hasilnya. Wah, mirip apa ya? Mirip apa ya? 不知道为什么看完以后好像有点不太舒服，可能是我不喜欢吃丝瓜吧，这是丝瓜吧，没错吧。我还以为他是马。我觉得这个气垫床没有毛病啊，非常的正常，非常的合理。你怎么出来就要怎么进去嘛。OK， 好可爱的马铃薯。高中的时候很流行这一种容易让人想歪的，容易让人想歪的绘画顺序，话都说不清楚。南瓜坦克。お金稼ぐ俺らはスター。お金稼ぐ私はスター。宝。一大一小我也是能接受的，反正吃起来都一样是松饼嘛，只可能甜起来不太一样。最后一个了各位，相信大家看到这边应该也是非常顺利，非常健康，没有任何遐想跟邪念的把这个影片看完了吧。我相信各位是非常的绅士的。我重申一次，本次的题材没有任何的裸露，没有任何的新三色，都是正常健康安全的影片跟图片。还有我刚刚玩过那个机台